想在学习型城市这个计划，从我们中央的教育部开始，四年前，大概2014年开始的这个招募很多的县市政府呢，希望由县市政府的教育局处呢，他们来做中正学习跟学习型城市的一个计划的统筹。因为我们台南市呢，在2015年的时候就来加入那这个主题呢，我觉得也是定得非常的就是符合我们现在的趋势就是说以一个流域关心我们河流跟环境的这个主题作为我们学习型城市的一个计划目标。对，那因为这个执行的过程里面，其实主轴应该是在我们的县市政府啦市政府这边。那刚好他就找到了我们的永康社区大学呢，来作为一个合作的伙伴。那我想在整个提出所谓的盐水溪，盐水溪的这个河流流域的这种学习当中呢，我们的工作团队呢就很认真的在这个乡镇里面找到了非常有趣的这些，不管是传统产业一直到相关的社区组织。像很强的这个想要关心河流的这个社区组织呢，把大家做一个串联。我发现我们的社大也设计了很多很有创意的活动，让我们的市民来参加，比如说像音乐会啊，还有一些响宴啊、触觉的听觉的、视觉的等等等等的这种感官的活动。所以我觉得学习型城市在我们台南市这边，应该说。虽然选定的是一个比较好像是一个比较硬的一个主题，河流嘛，还有生态环境，可是我们设计出来的活动其实是很贴近我们民生大家很有兴趣想要去参与的。一定要把它保留起来，不然的话以后你的孙子跟你讲说啊，你几滴队来，我也不知道呢，我是从天上来的，从星星来的。好，那我们往前看，来，我们看谁比较。这个计划本身并不是很大那我觉得是说，在盐水溪流域里边，如果能够建立一个模式那其实是比较就是已经功德圆满所以我会期许说，看看能不能在第三年的时候能够凝练出来、收敛出来，可被后面的人所参考的一个模式这样我想。也能够影响到其他的区域，大家能一起来建构我们台南市的一个这个学习型城市，也许这样是比较务实。我认为一个学习型城市应该要能够让这个学习本身能够带动城市的发展，然后这是第一个，我认为学习型城市应该做得到的。第二个是台南这个城市是不是能够作为学习的场所？第三个是台南市民是不是能够做这个学习型城市的提供者跟接受者？所以我会期许这一个台南市的学习型城市能够用行动学习的方式透过教育来带动这个台南市有这个很好的水资源的这样子的愿景跟目标。我们过去在讨论地方的课题的时候，其实台湾最重要的公共政策是社区营造嘛。那社区营造其实在推动了20年之后，其实我们发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当社区它经营的越好的时候，会产生一个部落主义的一个概念，会让社区之间彼此竞争而很难有区域合作的可能性。对，所以我们谈到地方创生的时候，其实就在思考说，那重新指定一个地方的时候，它其实跨越了行政区域的划分。那学习型城市的计划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对，那透过社大的角度，然后跨越了村里的界限，然后让区域之间有整合的机会，并且在同一个主题之下彼此互相合作。所以我们对这样的计划未来的期待，其实它会有更多的想象跟区域打破区域连结的可能性在里面，这样子。就是因为今天他告诉你们才今天才会来，对不对？请说对。对。好，这个呢，刘氏宗祠呢，五沟水呢，它为什么叫五沟水？有没有人知道？有五条水沟的水。不对一半。大五三。好。基本上呢，它是开庄的顺序，它是头沟、二沟、三沟、四沟、五沟。私塾在现在的语言叫做补习班，因为是私人的教育机构，我们都称为补习班。好，
3、2、1，加水，没不爱，买水，哎，小车过来，小拉车过来要停好。我们是登革热事件，所以我们第一个产品是这个，这个就是以前很多的时候香草所空气闻靠以前的哈。啊，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盒子是什么？底片。底片。对，因为我们没有钱，所以我们就用底片喝。1、2、3，来了，往下，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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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流域里面来做一个付出，来为这一块土地留下一个健康的一个空间。这个就是记忆潭文化。那记忆潭不是这个进来才慢慢入化，一些地出道之前开始入化，尤其是到后面去之后才开始入化。所以永道路这条就是记忆潭的遗迹。好，这样你们了解。你看永道路为什么那么长，那么直，因为这是这条潭的关系。所以这条潭的通到哪里去？也当兵的通到金马太祖庙。从小我有个疑惑是，为什么在陆地会有个地方叫网寮？原来它真的是古时候在做晒渔网的地方，让大家能够抵达那个地方啊，然后去看这个一些我们这次学习里面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景观，还有一些这个河流的一些改变的一些状况，包括一些聚落的一些形成变迁。对啊，为什么说可以？先修一台。大白鹿的嘴巴是。这有金吞馆哦，里面有目前蛮的不是最大的哈，蛮大的一个，最大的已经送去那个什么那个成大的水工实验所了哈。那我们今天在这边这个盐水系的课程，我们今天有上的是有植物的课程，那还有鸟类的，还有以及利用水那个生物来辨识河川的水质。那在植物部分，主要是介绍学员认识海边植物它的生长的特性，还有我们这边刚好有一些月世界的地形，海边的植物跟月世界地形的植物有共同之处。OK。西床的印象就是像这样子的，可是比这个高很多。哦，这可以变哈，可以变成很好玩。樱花金脉差不多顶多一两公尺高而已，所以就表示这边还得再往下一两公尺才是原本的西面。哦，所以这个环境哈，不是我们一般人想的说，我们都会想说我们人定胜天啊，一定可以改变天，不可能的哈。对，它总有一天一定会还它。哦，你看这边已经几十年了。
间，然后它就会显示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竹的颜色，比较深绿，然后它慢慢的就会开始慢慢变浅绿，然后说出一个漂亮的样子，漂亮的样子，漂亮的样子。我非常感谢我这个机会来到这里，然后也希望回到大陆以后可以传播更多的先进的社区营造知识，希望大陆向台湾学习。算是还不错的吗？如果没有检测重金属，这样看那个水质是还好。我们今天是来参加净滩活动，然后在西市这边帮忙捡垃圾。然后因为我们有捡到很多玻璃或者是塑胶，然后就是很多人都习惯饮料喝一喝或者是槟榔吃一吃，随手就把垃圾丢在地上，然后就是清理会有些麻烦。每两个月会来实施净滩一次，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说守护我们的家园，让我们的河川能够保持干净。今天我们在盐水溪畔这边做我们的净滩的活动，我们今年度的最后一场的活动，包括净滩的还有所有的活动，今天是 ending。今天非常的感谢各位非常用心，今天有大概50位的志工伙伴们共同来参与这场盛事。那今天也有三代同堂，这是一定的，不管在哪一方面，各方面都一样，不是在环保这一方面了，民间的力量一定比政府的力量还大，由民间的力量来响应，那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有力道的，所以透过今天这个影片，大家又看到，大家请热烈的呼应，让我们整个环境都能够非常的 OK，会当恢复较早安尼昔日的光景，木纳兼洗裤。在这里，除了听老师讲课、吸收知识外，还可以真正的了解到河川的污染有多么的严重，伤害多么多的生物。我希望可以尽一份心力来保护河川，并且宣传给更多人知道。